弟弟，你会不会刮？会呀。两个小宝贝在刮那个木子的皮。小宝贝，你这样子刮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快点回来，一喊祥牛，我抓你。这段时间佳莹回来，我得要多陪伴他们，所以那个更新有点慢，大家要多包容啊。我爸他今天早上去山上看了，有很多山货，等一下我也过去带他们去挖。现在也到这个坡地了，白色在那边挖那个大鼠。你看我家还留着这两个竹箩啊，是不是？对，竹箩。好了，现在出发。这边很多香蕉，你们还有村里面那些堂哥那边养的鸡。这些烟鸡啊，这么大了。有哪里啊？应该可能还有一个多月吧，还可以卖。我那边的大。老爸。要注意脚下哦。这一个地方是我以前晒那个稻谷的，就很多年没晒了，它就长这个东西上来。这个就是那些大鼠的苗。看这个花好漂亮啊！对，这些都是。现在拿开这个，再找到那个大鼠的巢。在哪里？哎，我找到一个了，你看，是长在这个地上的。等一下挖开了，它就很大一个了。到我了，来来来，你这里有一个。哦，让你们动一下，你知道你爸爸以前苦了。这里又有一个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要用力呀、啊！用力呀、啊！没有力。用力呀、啊！怎么可以出来？地都震。几个月没下雨了。地都震。那个土地很干。爸爸，你把土都平开了。哎呀，我妹妹，你把一个砍了，这个还不是很大呢、啊。你看，哦，嘿嘿嘿，看这种砍的，打烂这个了，烂的把它带回去吧。哇，很大。哦，哇，好大呀、啊。啊，大，哇。爸爸跟你爷爷会很大力气。哦，你那里要有一个啊，赶紧过来。哦，小杰，你快点过去。它这些藏下面有很多小的。对啊，就是它，就是那些在这里结的果，你可以拿这些来种。那这个怎么办？啊，你看这里又有一个，看。好多呀。很多的吗？啊，那里那里。哇，这里有好多。看，你把这里捡起来，到时候我们挖了那个坑，看这里，再把它放进去，可以把它埋进土里面，明天要长大了、啊、再来挖。对呀、啊，这些是它的长种子，这样小小的，来，下面给你拿去放。哎呀，可以用一个小梯子吗？嗯，差不多可以，上来。哎呀。可以上来喽！哈哈，啊，这么大，好棒啊！很棒。对呀。哈哈哈哈哈！爸爸，我要下去。啊，给你抬一下。不要，赶紧种一斤吧。我要把这个种下去。种下去。要挖大的。好啊，来，我跟你种下去。我要下去。你放吧，你放种子。要掉下去吗？你放，把种子放下去。这个是小的吗？将把一些这些的烂的树叶搞下去，它里面才有那个肥料的。哦。摆在这埋土啊。那要浇水吗？不用，天会下雨的。它一明年春天它就发芽了。明年春天不开花。哦呵呵。哎呀，对了。快点，努力干活才有饭吃。这里又发现一个，你看，这个就是那些种子掉下去，这个种子，这边这一个应该长大了，
哦，这个是红大紫的哦，不错哦。啊，钓鱼过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刚才我发现就有一个，哦，巨无霸，快点过来哦！我发现一个巨无霸了。你看，好大。哇，哇，好大呀！哦，大。这么大的吗？这个吗？哇，你看，好大啊、有没有见过？没有。有没有见过？大丰收。大丰收。王成杰。嗯，大丰收。哦，今天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山货，你看这个形状，现在怎么样子？哇，好奇怪的家伙！哇，他们说是好奇怪的家伙。像我们这边这个红大紫啊，卖得很贵的哦，好名贵的山货的哦。这里刚才碰断了一下，你看红的，呵呵，漂亮吗？啊！今天回家要吃六碗饭。我、哦、那一个等一下放下去就，啊哦，一光了，爸爸，慢点慢点哦。不行，我这个拿不了。拿不了，我赶紧放下去。嗯。哇！这里还有一个。我老爸那里挖那一个也很大。哇！哇！哇，这个像一个什么脚印啊？你们要告诉我。刘哥，你赶海辛苦还是挖这个辛苦？你看，挖了这么多，你说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你这个比较好玩一点。哦，这么深。哇，这么长！哇，这个拿上来，这个坑差不多有一米深了。像这一种，起码都有七八年了。看这里，以前这里有一条烂，现在一条。你看这个形状，都是很古老的。刚才挖了一个土茯苓，看到野生的哦。哦，这里两条啊，这个挖了应该一个多小时。哦，看这一条，哎，长得好，哦，哇，漂亮。这两条我那里有十几斤啊，挖多一点回去，到时候送亲戚、送同学、送亲友。你看两大筐了。这里这几个也留在那吃，还有一些送亲戚朋友，不错，飘上去。来，你不行，你还不长大，你长大了你可以了。哇，一百多斤啊！对啊，你吧。来，喂，很重啊。好了，加油，回家，回家煮糖水哦。哇，好重啊，一百多斤的。不可以回家煮糖水，我们要去吃。快走，快走啊！慢点，加油，奥利！今天我早上这里烤鸡熟了。现在用虾米炒那个苦瓜，这个也炒熟了。现在炒一个小朋友最喜欢吃的菜。好了，这个也差不多炒好了。现在食开了，我们本地红糖，
先把它放下去。等一下再拌这个大薯下去，煮糖水。那个糖融化了，那就把这个放下去。哇，熟了！谢谢各位了。这个漂亮，炒好菜了，又跟佳玲吃饭了。今天的视频就放在了这里，还是那一句，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，拜拜，下期再见啊！大家一起去吃饭，来。今天的菜是我弄的，马马虎虎。给你。啊，不费。